天刘妈给大伙做一道凉拌菜。多放点大蒜啊，没有大蒜没有灵魂。咱们放四勺芝麻酱啊，黄瓜嘛配上芝麻酱那是个绝味儿。放上一勺对香油啊，芝麻酱遇上香油那就不用愁。米醋三勺啊，白糖两勺，食用盐啊，口重呢多放，口轻啊少放啊，生抽两勺啊，专业手法。再撒上点辣椒面，放上点咱们的大凉皮儿，再淋上点热油啊，哦，哈哈哈，这就开灶就绝了啊，我都要开灶了，自己做的家常大凉菜好了。豆腐宴，看是狼，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快吃。